气样，容易容易进步。我都是比较主持那个节目的比较多，活动的比较多，因为在慈济的参加活动的当中，我们就随时已经有拿那个麦克风迄个经验，然后上台的经验，形成安克袂去惊定。在慈济的陪伴长者的当时，哎，干妈公，你还接触当中，你跟他嘘寒问暖，跟他招呼一下，他会就觉得很高兴，哎呀，他觉得很窝心，而且看到那个笑容，你干妈，我们自己也会跟着笑起来。真的那种笑是哈，千金难买，安尼阿公阿妈的一笑。我想要的是，想把慈济那种爱要及时说出口，我就会把那种感觉呈现在那种婚宴席上，会让人家觉得说，哇，你来参加是那种带给大家感觉到温馨，还有感恩彼此，那种温馨的感觉是在一般喜宴场所没有感觉不到出来的。刚刚在台上奉茶，对，那就是父母说的话，或是我对父母说的话，趁着说婚礼上的喜宴上可以这样讲出来，其实我觉得就还蛮棒的。因为我是比较属于会带活动啊，我觉得在带动的当下让大家心情开阔的话，会觉得彼此的那种感情更凝聚啊，在感情凝聚之下，让慈济的道业置业在东港这边能更蓬勃发展。